楼价升上天，买家争入市仲癫啊！又 QE 三，又低息，又水浸，试问个楼市同埋啲业主又点剩落嚟啊？反价封盘就紧噶啦，有啲惊上唔到车嘅市民，仲唔加快入市速度咩？沙田第一城一个395尺细户，最新造价去到335万啦，尺价8481蚊，创同类单位新高。荔枝角美孚新村五期一个高层900几尺单位，以758万卖出，尺价8038蚊，又创同类单位新高啊！远至大屿山东涌特色户都有价有市噶，有位港岛客睇中，以尺价11200蚊买入。东涌水南天岸顶层特色户1272尺三房，连800几尺天台单位，要成1430万啊！原因系见新价一手都成8000蚊尺，市区楼闲闲地都成皮嘢尺啦。呢啲价钱买到特色户，梗系嗱嗱声拍板啦。